好奇怪哦，为什么姐姐今天拿了一桶水给我们呢？姐姐说一桶水要用一天耶，这样够吗？因为地球就快要没有水了，大家要节省用水啊。让姐姐来教大家可以怎么样节约用水，一起保护地球的水资源吧。一起来听天妙妙屋学节约用水哦。